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他说哈，有一个班级啊，总共有26个人，那参加数学测验啊，总共有 A、B、C、A、B、C 哈三题，已知哈每位同学哈至少都能解出一题来，哦，就全部的话哈，就是26个人了，没有那个就是解不出来的。且解出 A 题的同学啊，解出 A 题的同学啊，是这个面积啊，他呢这个解出 A 题的同学啊，他一定能够解出 B 题，也就是说啊，解出 A 题的那些人的话，是在解出 B 题的那一些人的里面的，哦，就是 A 的话呢被包含在这个 B 里面。好，然后现在的话，他是说哈，给条件是说哈，恰好解出两题，好，恰好解出两题的这个部分呢，这个部分的话哈，这个部分呢是解出 A、B 两题的，这个部分是解出呢 B、C 两题的，恰好解出两题哦，有这两个部分，啊，就是 B 加 D 啊，恰好解出两题的人数哈，是什么呢？三题都解出，三题都解出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区域啊，恰好是那个三题都解出人数的两倍，哦，就二 C。好，那，啊，再来的话，他说哈，恰好解出一题的人数，哦，解出一题的人数在这里，哦，这是解出 B 题的，这是解出 C 题的，哦，就是 A 加一啊，恰好解出一题的。人数是解出 A 题，解出 A 题的是这一部分，解出 A 题的两倍，哦 ，B 加 C 两倍。好，那么他先问说哈，则没有解出 A 题的，没有解出 A 题的就是这个，这个跟这个 A、D、E 啊，这三个区域哈都没有解出 A 题的，也就是 A 加 D 哈加 E 哈。这个是等于多少？好，那现在这怎么做？我们来看看这个，我现在什么呢？我现在把这个这里的 A、D、E 哈，我把它给带掉，带掉以后写成 B 加 C 的，那个方程式，啊，解出它的整数解。那 A、D、E 怎么带掉？我两个把它给相加。相加以后就 A 加 D 加 E 啊，然后再加 B， 这个是等于两倍的哈，多少呢？这是 B 加 2C 啊，或者是说 2B 加 4C， 2B 加上 4C 啊。好，那这样我 A 加 D 加 E 哈，就等于 4C 加 B， 好，那把它带掉，带掉以后的话是 4C 加 B， 那 4C 加 B 哈，啊，再加多少呢？加 B 加 C， 这个是等于26，那这样我就可以得到哈，2B 啊加上 5C， 这个是等于26。好，那么它的这个整数解，一般整数解有这个所谓的其次解，哦，其次解的话，我就找一个就是找特殊解，找一个特殊解啊，让它呢等于一，带进去等于一啊，然后再给它乘以26，啊，带进去等于一的话，这个我给它带多少呢？带负二。再给它带一啊，那这样加起来就等于一，然后再给它乘以它呢，乘以26，再把它乘以26，这样带进去就等于26。也就是说有个特解，这个特解是什么？是等于负的哈，52的，好，那这个是26，好，这个带进去的话等于26，再加一个其次解，其次解就带进去会等于0的。哦，这个的话我给它带多少呢？带这个
5 T， 好，5 T 啊，它这个要带多少呢？它这个带5 T， 这个带多少？带那个，正5 T 啊，正负2 T， 这样加起来就会等于零的。好，再减掉2 T 啊。好，这一组解带进去等于26嘛，这一组解带进去的话等于零，所以整个带进去就会等于26。好，那这个 B 的话，它要大于零呢。哦，大于实际上是大于等于一啊，大于零，那这个要大于多少呢？大于零的那个整数解。好，那这样我就晓得哈，这个是五 T 啊，它是大于多少呢？大于52。好，那这样的话 ，T 的话就大于多少呢？52%，啊，小于多少？小于13啊，移过来的话，把2除过去，13。那这个啊，这个是等于十又2%嘛，啊 T 必须整数，所以我们来看 T 的话呢 ，T 它是小于等于12了，啊大于等于多少呢？大于等于11，所以它有两组解，哦两组解啊，也就是这个 BC 啊 ，BC 的话哈，它有两组解啊 ，BC。它有多少呢？这个我 T 给它带11的话，那55减2的话多少？就是3了。好， 55减52是3。啊，这个带11的话多少呢？这是4。然后再来的话，这个给它加5，这加5吧，加5是8。这给它减2，减2的话是2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呢，D 的话，D 的话会等于多少哈 ？D， 这个会等于多少？是二 C 减 B 嘛？好，这二 C 减 B 的话多少呢？二 C 减 B 的话是等于2，然后这个二 C， 不对，二 C 减 B。二 C 减 B 的话是8减3，这是5了。那另外这个的话是，这是二 C 减 B， 二 C 减 B 就是4减8，这等于负4，负4这不合。也就是说哈，这一组解是不对的，哦，这一组解是不对的。那这样我 BCD 哈 ，BCD 的话。就算出来是多少？不对，是这样子，是这一组了。哦，这个就是这一组不对了。哦，就是 B、C、D 这一组不对 ，B、C、D 这一组才对。三四，好，那三四五以后的话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呢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的话是 A 加 A 哈，加 B 加 E 哈，这个等于多少 ？A 加 D 加 E 等于26，减掉 B 加 C， 好 ，B 加 C 是7嘛，这26减 7， 所以是等于19了，所以答案是19了。好，那我们呢来确定哈，确定一组解好了。要确定一组解的话 ，B、C、D 还有 A 跟 E，A 跟 E 加起来多少呢 ？A 加 E 哈 ，A 跟 E 加起来是两倍多少呢？两倍的 B 加 C 啊，两倍的7等于14。所以 A 跟 E 的话哈，可以什么呢？可以是从14哈。到多少呢？到14一。好，我随便选一组，就是14好了。那14的话，我们验证一下，这是一。不对。A 加一的话，哈，二乘以七，二七十四。这个是14。哦，这两个加起来14了，所以这是从13了，这一加。13的话呢，会等于14嘛？因为 A 加1等于14，到那个13一啊。
113到1，所以事实上，真正的解释是有13组的，哦，实际上有13组，啊，不过这个 a 加 d 加 e 是固定是19，只有一组解。好，那我们验证一下 a 跟 e， 这个如果是一，这个如果是啊，如果是一，这个、如果是13啊，那、啊、现在 b c d 多少？345，哦，345。好，那我们验证一下，验证一下它给的条件是说，恰好解出两题的，哦，恰好解出两题就这个，是解出三题的两倍，哦，5+3=8，八是四的两倍，恰好解出一题的，是解出 B 题的两倍，这个两个加起来是4，这7，这个加起来是这个两倍，所以符合了，所以答案是19，好，这一题答案是19。